当山的黄桃熟了，现在是肉厚汁多，现在是十斤只要24。喜欢的关注下，红心点点。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，等我刷完这条微博再做，等我看完这个节目就睡觉，等我喝了这杯奶茶就开始。殊不知，就算你刷完了这条微信，看完了这个节目，然后喝了三杯这样的饮料，你也无法真的开始。因为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这些真正要做的事情已经被你抛出脑后。老铁们，树上熟的芒果健康又美味。昨天我做了一个梦，上了一个1000万的播放，然后涨到50万粉丝，然后睡一觉起来才知道原来是做梦。感谢大家不嫌弃我是做不了的，还支持我关注我，谢谢大家。现在芒果成熟了，别去超市买10几块钱一斤的了。如果大家相信我的话，点击视频的小黄车直接购买，只要4块钱一斤，还包邮，坏果还包赔。老铁们，好的果子啊，我们果农从来舍不得自己吃，但是拍视频却用最好的啊，因为我希望自己的每一个视频都不白发，都能得到老铁们的双击和关注。看看咱们家的大樱桃啊，喜欢的就给我个双击和关注吧，谢谢大家。看一下红不红，红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甜不甜，籽儿软不软。琵琶熟了，今天教大家一个七嘴八舌的小技巧。快乐的皮刮一刮啊！这样刮到的皮更好撕啊！花面来一缕春风，春风也成醉。柳叶轻吹，望你借酒人美。你说旧梦已碎，剪不开过往心结。风微点落在你眉间，失去一滴泪。先切掉它的过敏源，然后这样，它的皮。
切一朵芒果花啊，太热了。那我们把它打开啊，漂亮吗？太热了，吃一口解一下暑啊。荡上的黄桃马上就要下市了，看一下荡上的黄桃，肉质厚，水分多，非常好吃。想吃的红心点点关注下，我十斤二十一给你们，记得红心点点关注下，十斤二十一。现在石榴已经全部上市，看一下现在的石榴汁非常的多，而且非常的甜。现在红心点点十斤给你二十九，记得红心点点关注下。10斤29。姐，看车。我一定要坚持，哪怕一个赞都没有，哪怕家里的好水果都被我吃完都没有关系，我相信总会有人支持我的。弯弯正没有理想何必远方，当初的梦怎能遗忘。看我羡慕别人的
幸福。